这个就是15周年的套装。这个15周年的套装，我在我在国际服那边有，就已经拿到了。所以15周年的活动时间是6月26日到8月6日。地图上这枫树会掉那个枫叶，然后捡起来就有那个声望。我们来看一下硬币商店。跟国际服相比的话，应该少了挺多东西。又是100万突破时。
人，对。这个差也太多了吧，他这个不卖那个魔方，在这个地方心智力强化到15星是不会有损坏的。来看一下，现在我这个是12星，如果我出去的话它会提示。它会提示这个有损坏概率，但是我进去就不会有。这里一共有四个小游戏，还是要匹配的。保罗了，复国物恶魔，打怪的时候会掉了这个样子优惠券，然后捡回去随机获得一种装备。不过我觉得好战包啊。